我是刚刚列车长的81年5月7号北湖站7:38所拍的是江山线开往基隆的186/185的小圈车，2150次哦，嘉义发车江山线基隆，开干嘛？关闭车门就难，拜拜。186/185小圈车，21544。拜拜大家，81/185小圈车，在北湖站十一。81/185小圈车站北湖站已经驶离了啊！如果你喜欢片哥马掌门，多多点我们的喜欢片，点赞拜拜，赶快记得点拜拜。